不应该那么着凉。哎，不跟半天小孩一样啊！要不我来抱你一下，要不要？还是我妈妈好吧？Thank you.
国际学校面试了，刚刚回去。那傻光哎！哦对，大厅啊，不能坐眼镜片。只是这样子吗？太多了，还坐眼镜？太多了，哪里去？眼镜。听得清楚啊？Thank you.
看有的东西都是那种工作人员弄的，然后换一下，换一下。穿上衣服都热，我看还有穿的。